该录屏的录屏。越野它是60%的车子啊，车子的性能，30%的技术，加上你那个10%的运气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时候它车头摆下来了，对吧？这就是运气，有一部分运气成分。如果你它车头没有摆，就直接上去了。看看他还有没有机会上啊。来了来了，哎，怎么没有持续加油？这个时候持续加油就没有用了啊，这个时候他必须要从前面开始就持续加油。电动车能玩越野，好，从这个地方加速，这把上了，这把肯定上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得出来啊。